扫着，好嘞。我觉得我更关心的是这些花到每一个员工的那个桌子上，给他们的工位平添一份森林的气息，这是我觉得更开心的。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收摊了。哎，对，我们很快就会卖完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的生意是最好的。好嘞，我们很快就会卖完的。我们的生意是最好的。来，一块钱一张，还搭一合影，还等什么？抓紧时间呐！啊，我这张老脸怎么也值一块钱吧？哎，好。我的全卖完了，这还有很多。我的全卖完了，这里还很多。好，大家听好啊，刚才呢有三个人呢分别来，要求要全包，我们不能包，贵在于大家分享，不在于价格的贵与高啊，我们呢在大家分享啊。我们还有一个要卖啊，谢谢您，这个，对，这应该卖给女孩是吗？比较适合。对，要哎哎，过来看看咱们的呼啦圈吧，快快快，我们最后一件了吗？对，最后一件了。多少钱啊？马上收摊。这个35，好便宜啊！那当然，不买，不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一看他就买不起，哎。居家健身，了解。我觉得那个妹妹需要，你看那个。哪个妹妹？那头很多头发。双马尾那个吗？对。我去把她抓过来。你去把她叫过来。妹妹，我们今天就是有缘人。练你的气越来越好，腰越来越细。原价80块，现在35块就给你了。真的吗？啊，最后一个了，所以我看到你，就让你买了。好，成交。一定要坚持运动，马来坚持啊！这个特意为你的，所以你会越来越漂亮的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搞定了，顺利完成了任务，击个掌吧，3、2、1，耶！太棒了，好，收摊了。好，谢谢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，哎，好，哎呀，一件不留，留到了最后一张了，留最后一张了，我们看看最后一个有缘人是谁，好，哎，来吧，可以啊，哎呀，您瞧，听过韩老师解说吗？那当然，你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，人不让之事，把这个卡收入，收入囊中啊，一起，来，一起，跟韩老师可以合个影，合个影，好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